我留下蠢蠢的荡秋千，你荡呀，那太矮了。要是给你弄的，你可以荡低一点。小时候我们玩秋千，先站上来玩。哦，这是应该站的。站着玩了。哦，大西你真聪明。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我聪明吧，有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吧。好了好了，收声。大西蛮有意思的。是站着。你怎么像那个跳的？就是站着好像动不了，站着好像。需要人推。对对对，我推你，我推你。没事没事，你站着，你站稳，你站稳。你轻点推的，她穿这裙子好像也不太适合站。你站稳啊，站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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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抓稳啊，抓稳，抓稳啊，抓稳。你站稳啊，我站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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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，不行，这是这么玩的吗？他是在看。哦，哎呀，救命！不是，哎，好一点了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对你站稳。你推的有问题吧？你站住，我推。等一下，我看这个树啊，行，是这样。啊，这样的吗？对。对对对。啊，这样好一点。所以它总是拧过来。对。哎呀妈呀！出了个馊主意，好像。哎。哦，天哪！哈喽，这么精神，恭喜我，真不错。我坐这儿吃点东西，给你一瓶茉莉蜜茶。哇，谢谢。看你在小屋里就很喜欢喝，这是我特意从小屋带来的花清香茶心味的康师傅茉莉蜜茶，清香甜蜜，跟你很搭哦。好贴心呀，满满的茉莉清香，清新又好喝。依依喜欢喝康师傅茉莉蜜茶， William 都记得，真是磕到了。哦，我记得就是依依姐姐给 William 的做了一个蜜茶特调，我看的我也想喝。你想喝吗？来，我这有。张张，我这准备的康师傅茉莉蜜茶给分享一个。谢谢。希望今天加满清香甜蜜 buff。好，干杯。我昨天，好惨一女的，我洗发液刚涂上，这个水没了，是吗？我那个屋子里你水巨烫，早说呀，真是，我说咱俩换一地儿洗吧，我洗凉的，他那个水巨烫，洗凉水澡，就是有点温度就行了，但他那很烫，我喜欢，很烫，我想吃一口菜。吃啥样的？对，我得多吃菜。饱了？饱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菜都变甜了，真的是。哎呦！哇！走吧，先溜溜去。走吧，走。小心点！哎呀，哎呀！来小屋荡了好多秋千，是吗？每天都在荡秋千。真的吗？就是咱房间里的呀。哦，没坐过602的秋千。你还没坐呢，那天很多人的时候。哦，我不是坐了，就坐了一个。你跟猴哥。跟猴哥坐不算坐呀。有点微风，然后那样。对呀。他们就是说，这个手链子，我现在就是就必须得戴着，睡觉都戴上了，就是说。那你这个长度正好呀。这手腕有那么粗？也没有。是不是我那条大，你这条小啊？你试试。那你给我试试。
帮个忙，我实在是弄不下来。你这个就是你这手腕细腻，好像没办法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就可以了。你要挨得好近哦。哦，这就正好，太美了，正好把这个还给你。那我就戴那个灰的，他可能就这么设计。嗯，咱们给反过来。对，跟穿错了那双鞋一样。是我你在唱什么？咱俩唱的还不是一个曲。我唱的是那个，带你去海边，等一个晴朗的夏天，我想带你去海边。这是我一直想要带你去的海边。哇，这样好浪漫。唱一个大海，好可爱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，这有点不应景，是吗？那还有什么？唱一首那个甜甜的周杰伦。我轻轻地敲一颗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却会微笑的看过。真的很好磕哎。就戴上这链子，要是猴问我怎么说呢，说不定猴说好巧啊，我也是勇士，拿出来一个。我觉得我是唯一的勇士。就是你，走呗，走吧。谢谢，拜拜，这个小屋，拜拜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也一定会回来的。开始今天的活动吧，走，行。哇，还帮他盖衣服。他们要集合了吗？对啊，先等一会儿。风有点凉，要不披一个。嗯。谢谢，这衣服被我穿包浆了。嗨嗨，我的好朋友们，我就说吧，Hello， 是一对一v一，哦吼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开心啊！这什么暗号吗？这是一堆妖魔鬼怪，怎么过来腔调都变了，卢卡？进幼儿园了，就是这确实小班进来了。坐呀，坐吧。哎，王哥他们啊，哇，要坐大船呢，这是还要坐船？那不是有船吗？嗯，靠你弄行。那只有我们两个，也没别人呢。干嘛？迫不及待。那倒不。一二三 ，surprise！surprise！ 哦，哎 ，hello， 好幼稚。哎 ，hello。我还说都看不到。帅呀猴，帅呀，你也帅呀猴啊！看到你的笑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
去哪玩了？动物园。去哪儿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你们去哪儿了？去海边了。哦，他们去的是海边。啊、告白的事会不会讲啊？好想让他们知道哦。这啥？好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还不能讲吗？好东西。不是，这怎么突然就啊？反正就是说，就是。